七八二二三四五，拍拍右手，拍拍是呀，拍拍右手，拍拍手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桥段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台上那个我们舞蹈系的同学呢，刚刚就是为大家做示范啦。那我们现场呢，不仅只有准备这个舞蹈教学，那在嘉峰的左手边，就是面对我们舞台的右手边，这里有两只大旗哦，也有在这里呢开放我们现场。如果对这个大旗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到那里去做体验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嘉峰呢，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这个活动，所以呢，首先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啦，现场的朋友通通有，请起立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在这里呢，嘉峰还有一个小小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呢，我们现场有没有大朋友、小朋友想要上台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的？嘉峰在这里偷偷跟大家说哦，只要您愿意上台，我们的舞蹈系的同学都会送你这个小小的礼物，有没有？快点，快上台啊、哦！数量有限啊、哦！好，我们准备大概二十组的啊、哦，大朋友、小朋友。好，请我们工作人员协助。好，耶、yeah, 哎，大家坐久了哦，要。